了这名男子。一名黑衣男子被两名员警带进派出所，看起来相当狼狈，因为他涉嫌躲在百货公司的女厕里偷拍，直到一名被害女子惊觉不对，才将他救了出来。我上完厕所转身要冲水跟拿包包，就看到上面有一个黑影，是镜头就是对我，那就是很明显在偷拍嘛。被害人相当生气，因为他抓到这名男子后，对方完全没有悔意，而且新北市板桥这家知名百货公司正在举办4周年的生日庆，人潮汹涌，大胆色狼竟然就躲在9楼女厕偷拍，被害人还不止一人。我觉得他们应变能力很差，就是我跟他跟扮演郑小勇两个站在那里，在应该有个15分钟，15到20分钟，我们就在那边干等。据了解，嫌犯待在女厕里相当长的时间，至少有6位民众受害，但百货公司的相关人员都完全没有发现。事后，警方将男子依照违反秘密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黄一凡、陈如群，新北市报道。疾管署宣布，国